跟永康路口在路桥，我从三轮车开始一直做到店面，这边已经做了差不多十年。我们电脑就是用单纯的海盐，跟梅林酱油，海盐做基底，啊，梅林酱油做酱汁，用烤出你们用最原始的风，原始的风味呈现出肉的品质味道，然后用木炭，就是做最原始的，做最原始的方式给呈现给客人，就是如此。那我们店就是简单的装潢，没有比较华丽的摆设办法，就是单纯就是好吃。